嗨，大家好，我是陆奖。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跟文当的东京育儿记录。那明天是马吉要打第二次预防针，所以呢，我现在整理一些他打预防针要用的资料。然后除了马吉的预防针资料之外呢，我刚才有收到，就政府有寄给我一些就小朋友现在状况的问卷，那也是把它填一填，然后明天一起寄出去给政府这样。刚才找不到马吉打预防针的单子，我们超级的。我昨天就把预防针的单子写好了，可是因为我要收到包包里的时候，文章叫我去帮他拿杯巾，然后我就赶着去拿杯巾，把预防针单子直接放在杯巾的橱柜里面，就一直找不到，好险最后找到了，吓死了！马吉差点就不能打预防针了耶，对不对？还是其实很开心。马贝，你有没有好紧张啊？你又要打第二次预防针了耶？可是你是不是已经忘记第一次了？大丈夫，大丈夫。はい。頑張ってね。大丈夫よ。一瞬。大丈夫、すぐ終わるから。一瞬一瞬。痛くないよ、痛くないよ、痛くない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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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大丈夫。痛くないね。痛くないね。大丈夫ね。パパでも嫌だからね。パパ注射だけだからね。機嫌治った？肝。もう痛くないよね。大丈夫。偉いね。僕強い。偉い子だ。ミルクより手の方が好き？你长大之后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耶，宝贝。美味しい。白系似合うね、この子は。今日の服は可愛いでちゅね。今日は送り始め行きます。まあ送り始めといっても私とルーちゃんが主に食べるんですけどね。やあやあやあ、お前の母さん怒りやすい。やあやあやあ、お前の父さんイケメン。やあやあやあ、もちお前もイケメン。其实呢，虽然说是庆祝马吉的仪式，可是其实呢，这个仪式几乎都是大人在享受，就是一个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机会。这样就比较可惜的是，我爸爸妈妈在台湾，那文当的家长也在广岛，所以不方便来，就只有我们两个。那等到他妈妈之后来的时候呢，可能会再去另外庆祝一下。马吉の送り始めの乾杯。もちろんソフトドリンクです。哇，这个鲷鱼看起来真的是有够厉害的。なんか日本伝統の感じ。本当にもちろん前てからさ、日本の文化を楽しんでる感じしない？する。现在就是要给马吉，意思是用这些食材碰一下他的嘴巴，意思就是代表希望他这一生可以衣食无余。那因为马吉是男生呢，日本的习俗是爸爸来喂他；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就是妈妈来喂。まずはご飯。汁物。ご飯。めでたい。美味しそう。わあ、これあとパパとママ食べれると思ったらすごい興奮するよ。ね、はい、あん。わあ、这一辈子希望马吉可以衣食无余。これ博多名刺と言って、このお箸で博多名刺に軽く触れて。餅の歯茎にこのお箸を軽くつけます。でつける時に丈夫な歯が生えますようにっていう風に願いを込めます。歯茎ジューン。丈夫な歯が生えますように。うーん、
身がしっかりついてる。他们这家日本料理的菜色真的很好吃耶。那我们这次是特别预约クイハジメ的仪式，他们其实也有一般的午餐。那这种クイハジメ的都是在包厢。瓦吉第一次在外面直接这样整瓶喝完，我要感动死了，快哭了。成長だね。好感动哦。真不愧是三个月宝贝，对不对？好厉害哟，弟弟！我变得比较会喝奶喽，因为我已经喝习惯了，喝了三个月以上了。我哪里你点呢？是介绍高兴呢。麦基，麦基。今日美味しかった。お食い始め。楽しい。お餅。ダダダダダダダ。麻吉，麻吉，我是可爱的小麻吉。哎，妈妈不打给我。今天妈我来我们家看麻吉。麻吉超可爱的哦，而且我很开心，他看到我第一件事不是哭，真的很怕这小孩看到我就直接大哭，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其实没有到很爱哭，这样哦。刚刚陆讲就是很快速的把他交给我，我是很想抱他，非常急的想抱他，但是陆讲也非常的快速交给我，还有点害怕。等一下，我这样真的可以吗？因为我对猫的印象就是猫很会顾这些东西，然后就想说不对，那是猫咪，不是婴儿。你是吃饱了，吃饱了，你刚不睡着了吗？现在又醒了。嗯，他现在会抬头了哎。嗯，你要看吗？要怎么看？你给猫姐姐看你抬头吧。你不是抬头很厉害吗？对不对？大家都说你抬头好厉害哦。好厉害哟！而且他超级喜欢抬头的，因为他抬头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多。他真的会看手机，我发现。对，他很爱看手机。好可爱，他的脚是这样子丢起来。对，很可爱。好小，为什么脚可以这么小？一个好可爱、喔。他的手也超小的。阿姨，你好开心啊、喔！他的脸好红哦、喔，感觉那个血液循环。来，妈妈帮你反过来，你太累了。嗨，然后姐姐抱抱你耶。嗨，你有觉得他像谁吗？像你还像爸爸？我觉得抬头的时候像我，然后之前都觉得像文当。嗨，他很开心耶。他开心吗？他很笑。哦，我跟他对话。他很喜欢猫姐姐。他会跟我就是一起呜来呜去的。他喜欢猫姐姐啦。他连眉毛都会跟我一起这样。对呀、啊，好可爱哦！你们两个好可爱哦。好啦，这是要给你跟小马吉的。哇，谢谢。亚麻大鸭，什么是亚麻大鸭？是我们香川乡下很有名的一间乌龙面店。香川的，香川最有名就是乌龙。大香川的，哇！今天晚上就来吃，今天晚上就来吃吃看。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他要吃乌龙面，他说我还不能吃。不哭不哭，我们有乌龙面。Hello， 大家，这礼拜文当每天都加班到晚上11点半，所以每天呢几乎都是我跟马吉一打一。这件衣服是我们新买的，超可爱的，对不对呀、啊，宝贝啊？你穿这个衣服好可爱哟、哦！你又在看相机啊？你怎么那么喜欢相机啊？洗完澡好舒服哦，妈妈帮我洗的澡哦。你好有精神哦，差不多准备要睡觉了吧？那我们再玩一下再睡觉，消耗一下体力好不好？这样啊，你跟妈妈聊天哦，怎么啦？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明天是母亲节哦，你随便去吃个东西，那妈妈简单庆祝一下好不好？噔噔噔噔，你想说话吗？你应该还不会说话耶，但是没关系，发出声音，妈妈学你，我们练习说话好不好？说话不难呀、啊，我们大家都是从不会开始的，妈妈陪你练习好不好？喂，对，就是这样子，妈妈爱你，宝贝。
外出るんだね。楽しみだね。你要跟妈妈一起去跟爸爸吃晚餐，小小庆祝一下妈妈第一个母亲节，对不对呀？因为瓦吉看着文章笑，文章觉得太可爱了，就拍瓦吉的照片。瓦吉，母亲节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ルーちゃんの初めての母の日だ。鮮魚のカルパッチョでございます。因为我们今天是来简单吃个母亲节晚餐，所以马吉呢就是都给文丹顾，让我可以好好吃饭。寝ました。これでゆっくりルーちゃんとご飯ができそうです。はい。カメラ向けると笑わなくなったな、急にさっきまでめちゃめちゃ笑ってたのにカメラ好きだよね。カメラずっと見るねボボボボスベビーボスベビーラリムベボスベビーごめんごめん、何があったの何があった。セブン寄る。うん、でも私も人生初めての母の日迎えたね。そうだね、こんな日が来るとは。これからモモが大きくなって一緒にいろんなことしたいな。今はまだね、何もできないからね。ちゃんもモモもしたいなね。ルーちゃん母の日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ついにルーちゃんママだね。ふーちゃんもパパだよ。日本のパパの日っていつなんだな。8月8日6月の2週目ぐらいじゃん。え、そうなの。台湾は8月8日だね。ババアだからね。大丈夫大丈夫、ほら動くでしょ超かわいい。我马吉每次车子要一停就开始哭，而且不是那种想睡觉，也不是那种肚子的哭，就是好像很悲伤的哭这样。Happy, happy, happy.